本节目由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好吃好玩奥利奥首席赞助播出。加入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会员加更，萌娃当家，爸爸的小白屋，更多精彩内容。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一个星期这就过去了哈。爸爸当家，请再坚持一下。这里是芒果 TV 男性全职育儿观察真人秀《爸爸当家》第二季。本节目由奥利奥首席赞助播出，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好吃好玩。奥利奥，我是全职爸爸互助会召集人李爱，欢迎大家。上一周新老爸爸的对战已经拉开帷幕了，比如说像我们草原上的马羊啊，马背上意气风发，马背下放养带娃。你完了。我完了，爸爸。上床快点。不不不，不知道这一季他是不是还能够就是情绪稳定的，像他看起来的那么的轻松啊。爸爸。他演绎了四个字：自顾不暇。他另外他儿子起来的反应，还有这个全职爸爸天花板葛佩豪开启了游学之旅啊，开心吗？开心，好不？到达海南的第一天就差点滑铁卢，他这怎么点的呀？用什么呀？我要黄油，这不是黄油吗？眼睛呢？不好意思，爸爸有点笨。这个爸爸真的是很细腻，嗯，真的是全心投入在陪伴，所以他是天花板了。那当然还有这个动物园园长邝胜一家，这个鸡飞狗跳的日常，好粗暴啊！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一葫芦，有鼻屎，爸爸帮你擦一下。当然，我们也感受到了妈妈的那个不满啊。希望这一集能够安抚好妈妈的情绪。三三下岗快乐，还有曾经随意拿捏孩子的肖杰，不能够随便的拿捏他们了。我觉得这个是跟第一季不太一样。这一周呢，我们的四位爸爸和孩子之间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我们马上呢就来看一下马羊了，我们马背上的汉子。他爸都成这样了，全部天都硬了。很疲惫的。腰也疼呢，起床太早了。全是叹气，刚起来了就一直在叹气。一早就吃香蕉了。你为啥要吃呢嘛？不吃了，等一会儿那个啥吃饭呢。空腹不能吃香蕉。哪里啊？妈妈今天有。出差就走了，最后几天你跟爸爸一块儿，你跟爸爸在一起可以吗？我比较了解马里奥，带他真的是挺费劲的，我带都很辛苦。我昨天回来的时候看到小马哥状态很差，特别疲惫，他真的是挺累的，我挺理解他的。然后因为我马上要出差，马里奥比较怕我，所以我想给他叮嘱一下，就不要再欺负爸爸了，让他懂事一点，再不要这样整这个呀，会挤他了，好不好？是不是好孩子？是不是啊？对呀，你是个好孩子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对不对？走，走，走过去。就他，就他，你别整他。又来了，拆家。过去，过去，先别动这个，等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呢。没事，要着了。
我就不给今天。师傅，我就不给吃饭。吃饭，我就不给。我今天就不给。走了，不管了。我跟你说，你今天就拿一个那个马鞭子，就装到你口袋。你该收拾他的时候就收拾，别扔他。你让他干嘛？我受不了了。好可爱。我今天也学你妈，我今天要收拾你。今天我就变身一个严厉的父亲。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了。坐，吃个面包，坐，坐上面去。嗯，我吃这个。啊，坐，你坐上面嘛。爸爸吃这个，我吃三角形。自己上，自己上，自己上。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皮，可以。你可以什么皮呢？我先倒个茶喝，你先等一下。哎哎哎哎哎哎！今天我要打你了，今天。我让你挑战我。啊！昨天我对你这么好，你一点都不听话，辜负了我。今天我要严厉的对待你。你这种小孩就需要严厉的对待，我看了，对你好时候好，对你严厉时候一定要严厉。你看，你看小孩长得这么可爱，怎么这么有规矩，这么讨厌啊？只是碎碎念而已。你爱我吗？哎呦！哎呀！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不听话，我就不爱你啊。你爱谁？你管我爱谁？你爱谁呢？你管我爱谁？你不爱谁吧？我爱你，但你是不是要听爸爸话？你不要胡整啊！是，我下次这么整了，我下次。嗯。这还真以德服人呢，咱。你咋又没有带维维走？你以后就放到这儿，要不然我觉得你会老忘掉给他带。这一整个不可能都吃完吧？对，你和他吃一个。这个他吃上太腻了。这样给他掰一下，好，好，你这样拿上，对，听妈妈的，这样拿上，看着好吃耶，新疆特色那种奶酪包，啊、奶油味，嚼碎啊，慢一点，是挺能吃的这孩子，那也没觉得很胖啊，这小脸儿，只是长了一张小脸。你们昨天就吃了一天馕，嗯，今天再不要吃一天馕，吃点正常的饭。等一下，我把那个鸡我要煮掉了。昨天羊肉汤，今天鸡汤，尤其是他吃的时候，你控制一下哦。哎，你觉得他吃多了，就你也停，他也停，把东西都拿走，是不是啊？没事没事，什么都没事没事，最后吐的时候都是他。那是你拿干了呀？不要立马出门。你别说话，你闭嘴！啊！妈妈要着了。行行，别说话，别说话。走，送一下妈妈，妈妈要出差好几天呢，走吧。你听一下我，好几天不见，我感觉他比这个兴奋。哎，妈妈走了呀，好，拜拜。管的人走了，对，没有人管他了，你就好好照顾吧，好好享受你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哎，好的。叹气。拜拜，拜拜，不要哭啊。晒会儿太阳，靠这躺着，嗯，往这一躺，让太阳晒一会儿。我们怎么样？太阳好不好？舒不舒服？这太阳？对。晒太阳才能长个子呢，好不好？是挺悠闲的哈，好惬意啊。哎哎，不这样弄，不这样弄。为啥？
你把它全部弄出去，我是不是得把它又全部弄进来？你不要搞破坏，今天。你越说他越觉得好玩。嘿嘿。走，找姐姐去，走。啊？等等我，爸爸。慢慢走嘛。因为昨天带他的这一天的过程中呢，我发现他确实胆子比较小，然后我想今天带他骑骑马，锻炼一下他的胆量。哇哇，那小马好可爱。我们让他现在转圈运动起来。回来回来。不打他，我们这样赶着他让他走好不好？我们先骑那黄的好不好？我们在这刷它。好。我们把它刷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好不好？好。这样刷。嘴闭上。它在掉毛，明白吧？所以你现在如果张着嘴，这个毛就飘到你嘴里去了。它已经吃到嘴里了。你跟它说说话，过来。你只会说这一句话是吧？嗨，你是哪里的人？你是哪里的人？他是马，不是哪里的人。你拍拍他，你说今天我骑你。今天我骑你，你不要摔我。那你是谁啊？你说。谨慎，太能保护自己了。你到前面去啊，藏我后面干嘛？我偷东。你不偷我东西，你站这儿。你跟他先说我话，交个朋友。这个小朋友叫玛丽奥，你叫旺财。他以后专门就他骑你，好不好？建立一下感情。对。过来站这儿，爸教你咋上马。来，你脚踩着这个。你踩不上，你太矮了，你太矮了。爸也太搞笑了，你上去，那肯定腿那么短，怎么上去？来，你太矮了，爸爸把你放上去，一二三，坐好。这次爸爸就不骑了。不害怕，坐好，先坐好。脚翘起来，我们踩一点这，踩一点点这，踩这，好，没事。他害怕，踩这。打耳气的。爸爸，你别这样了。踩着，脚踩着，你过来，脚踩着，抓着，抓抓好，抓哪？我跟你讲，抓哪？一手抓哪？一手抓哪？不是这样抓的，这样抓，这样抓，这样抓，抓好，抓好，哎，对，好了吧？好了，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抓好坐好，坐好。爸爸，他咬人。他不咬人啊，有点紧张。对，爸爸，你能抱我抱上吗？哦，爸爸，你抱上啊。你害怕吗？你爸爸说。那你摸一摸他好不好？拍拍他，你说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是男子汉。嗯，有什么害怕的呢？你走呀。来，把这个牵着，走。走，没事。对。哦，害怕了，这就害怕了，才走了这么一步就害怕了。腰挺直，腰挺直，整个人放松，呼吸，呼吸啊。哦，男子汉，我们男子汉他不动，没事。我觉得爸爸是对这只马有信心，他懂嘛，就没事。他专业哈，真是。对。好，我们现在走一走，磕一下肚子。好，走。喂。不害怕，不害怕，走。不。走。爸爸在旁边，他就好多了。对。可以把我放开了吧？啊，不行。看前面，看马头前面。头抬起来，头抬起来，看着我，看着我，手抓这里，骑。没事，你站，他不动，你站起来，骑。你站起来，一。不害怕，不害怕，坐。杰克就学起坐吗？这也有点太快了吧！速成班哦。没事，我们拍你害怕的时候拍拍他，拍拍他脖子。哦。
当他今天自己上马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还是比较恐惧，他没有安全感，很害怕。我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要放松，让他建立起一个自信啊，觉得自己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来，站起来一下吧，看，就踩着这脚蹬站起来，一坐下，二，一二加一二一二一二，哎，好玩好玩好玩。站起来，我数一你就起来，起，一二一二，放松放松放松，你要建立起这个自信好不好，在马上要挺直啊，这抓好，抓紧抓紧，哎，对，抓紧，来，对对，很好，对，坐好。哇，这么快吗？太厉害了，那还挺勇敢的，我还没有见过他自己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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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害怕，放松，呼吸呼吸，吸气吸气吸气，吐气，放松，不要害怕啊，坐好，腿夹紧吧，安子。爸爸一直给他一种我非常自信的样子，他害怕的时候他就继续讲他的，然后就是对对对对，稳住他好了。害怕吧？害怕。那你掉下去了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今天还是挺棒的，他最后已经放开我的手，独立的去驾驭这匹马了嘛。我相信如果我多花一些时间多陪他的话，他以后就会越来越有安全感，胆子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这些胆小的妈妈才是他们的绊脚石。我们到这山上转一圈，抱抱，不抱不抱，走，看路，看路。哎哎，对，再来一次，来，自己走一下，爸爸不抓。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木板空了一块，所以我就就地取材，想锻炼一下他的胆量，带他去走一下。我也是希望他多接触新的事物，他的胆子就慢慢会大起来。走啊。那不扶这个从这走过来可不可以啊？手不扶这个，没有，手不扶这个。我没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这样子，咱们如果没有这个呢，还过不来了，是不是？嗯。他胆小，他每次走台阶都要扶着。你往前走一下，你再跨过去，你听爸爸的，爸爸在这接你，来，走。啊，站到这儿，站到这儿走过来，来，没事。其实爸爸的手是随时准备可以抓他的，爸爸对自己的能力是有信心的。是，来，没事，过来，来，好，好，哇，好厉害呀！啊，再走过去，我看，自己走，啊，接我，我不接你，手放开，哎哎，对。啊，好好好好好，我们在前面再走一下，看一下，你敢不敢？等一下，那还有一个吗？廖，看看看，这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自己走，不要抓我，不要抓我，自己走，自己迈过去。好，再来一次，再迈过去一次。好，走前面。不要不要踩，踩就掉下去了。嗯，哎，太好了。成功迈过去啊，慢一点，看着点啊，跨过去啊，好嘞。啊，你真好真好，原来他根本不敢这样，他本来不知道怕的，就是身边的人家讲可怕，危险危险，可怕，他才开始怕。小朋友就是很有耐性的，一直重复，他就是可以度过任何艰难的。嗯，我累我，就走这么一点累了吗？走，听话听话。追我追我，给你把这绳子抓住，别，来，走，我拉着你走，走，我拉着你走，走。爸爸。啊。我爱你。我爱你。哎呦。爸爸，我爱你。我爱你。啊，后面那一句话好好动人哈，我觉得是因为。
他在他爸爸这儿，他发现了一个就比之前要勇敢自信的自己，这就是父亲陪伴的意义。那马里奥他这个胆子小，除了爸爸陪的少以外哈，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基本是奶奶跟姥姥这边交替着带嘛，什么都是很危险呀，或者什么什么，就是远离那些，他自然就胆子会小一点了，就被吓的。对，你看他走路，就像刚刚那种情况。嗯，如果是他爷爷，他爷爷今年已经62岁左右了，他是3岁半，20公斤，就是40斤，他爷爷就能一直抱着。有一次电梯停了，他能抱到7楼，我就觉得太吓人了。爷爷身体挺好。然后呢，马里奥他比较好奇心比较重，他又喜欢那种警车，他就想上去试一下。他爷爷都能协调跟人家警察说，你能不能让我的孙子上去让他体验一下。我就觉得如果是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种要求呀。他们也没办法啊，他们到那个年纪也不会想管，谁要做坏人啊。啊，对，而且他一定要拿这个东西才能巴结到小孩，小孩才更喜欢他。我应该不是这个目的。是我爸说我要巴结他呀。啊，我要找公公，我要找公公。其实找公公也不一定好玩，但是你可以随便吃随便喝。对，我觉得老人看那个小孩子隔辈，他就看他怎么都可爱。对，他不觉得他要求是过分的，你懂吗？他就是他哭都不可以。我以前要骂那个我大儿子，我爸都会就是眼睛都泪水，然后就是要离开现场，否则就要哭了，你知道吗？太狠心了。对，但后来我生了二胎，发现啊，其实是要骂的啦。骂是对的。丞相呢，姥姥的观念会不会有跟你有冲突的时候？曾经肯定有过，毕竟是有文化差异，因为你照顾孩子没有一个绝对对或者错。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喝风的一个概念，就会肚子不舒服啊，或者所以刚睡醒我们得在车里先缓个2分钟，像这种东西我是很不太了解的，我是觉得这个没差吧，我觉得风吹的又怎么样？既然没有一个绝对对或者错，或者是对孩子的成长不会影响，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可以老人方便就好了，因为他心里踏实。但是我们家的模式，我们会讨论孩子哄睡了以后，我们就三个人会坐下来开会，就说这方面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作为大人给孩子制造一个这样的环境，我们一起配合试试看。所以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默契。我好饿呀，想吃馕。又是馕？我没吃过馕。哎，咱俩咋天天都是馕？我觉得他是说给自己听的。好了，我去给你拿饭啊。来来来，马里奥。你倒点开水吗？鸡汤。那看起来他好饿呀。今天他能吃呀。我给你拿个你的筷子啊，勺子啊，你先别动。鸡肉马上咬出来，你等一下，你不要急行不行？你先别动。食欲好好，金汤泡馕。新疆菜很好吃，不知道为什么种草好多新疆美食啊。好想吃。哦，烫，烫到了！爸爸，帮我烫。舌头多少？我看一下。完了，舌头烫坏了。太烦了。烫坏了舌头。没有。好吧，不烫了，你烫。小小咬一口。说半天，说你等一下，等一下，都记不住。烫完之后，记住了，记住了。哎，他爸的酱油特别吃。你会吃呀？
这汁水是你的。哇，香的，它真的好好炫呐、啊！我觉得你吃两碗差不多了吧？你喝汤可以啊，但是你不能再吃囊了。嗯嗯嗯。八珍鱼耳汤，保鲜吃鸡腿。差不多了。你看他吃了三碗鸡汤呢。硬核了，太硬核了，这吃饭。他上学是不是要给双倍的那个午餐费啊？这个呢？差不多了吧，我也才吃两碗。你还吃那么大一鸡腿？啊？嗯。给你个鸡爪。好吃吗？不好吃。为啥？我不喜欢吃鸡爪子，吃累得很。我的耳朵呢？我的耳朵呢？我也不爱。可不，我再不能吃了吧？再不能吃了，再不敢吃了。走走走，先脱掉上去。好，躺下。为啥？不为啥，我陪你睡觉。就躺下了。吃完就睡。那吃完不能睡觉。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马丽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不要动它，不要动它，不动坏了，弄。哇，这拆家小能手啊！这三碗饭不白吃啊！哇，这真的是有爸爸能够这么压制，真的不压制得赔钱了。我老板听见了，爸爸，躺下进去，躺下躺下，快点快点。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快躺下。睡觉。睡。爸爸吧。妈，你高兴哄着，眼睛闭上。爸爸要把自己哄睡了，我也有过无数次，我就给 Lucky 哄着哄着讲故事，我都不知道故事都还没讲完，然后有一天 Lucky 在说，爸爸你每一次都讲到这个城堡，然后后面我都从来不知道。他没睡，他起来了。那他还可以，还洗了一下碗啥的。我感觉他爸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累爆了。爸爸，你还没休息就已经起来了，我的妈呀！爸爸，你干嘛呢？拿东西去了。来，过来。哎，站起来！
你再干仗势，我收拾你的警察。我跟你讲，我真收拾你了。我厉害也不喊。你不厉害，你有病。你就厉害。那你过来。你要吐了吗？要吐，我觉得吃的那么薄，直接睡肯定消化不好。对，肯定不行。你不舒服还是咋了？你说就行了。爸爸检查一下身体。没睡醒是吧？啊？坐，穿鞋。穿鞋，你穿难受了，哪难受了？看他已经不舒服了，嗯，又难受了。你哪难受？你说。我心里疼了，我心里疼了。坐，我让你开心点，坐，我让你开心点，坐。爸爸没理解到，对，其实是他不舒服了。爸爸还没有经验，他就摸摸温度就觉得哎还好。对他看不出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我把鼻子给你擦一下，快快快。你要吃苹果是吧？啊，我给你拿苹果。你跟我说你哪难受吗？是有大的。大的你能吃完吗？这个我给你切一下好不好？苹果。苹果，苹果多好看。尤其是他吃的时候，你控制一下哦。给，吃这么多够了吧？我们俩就一半可不可以？你看还在吃，你今天好吗？好，爸爸做饭。好。但是看不见。往前拿一点嘛。又喝的酸奶啊。哇。喝个酸奶消化消化。爸爸做饭去，乖乖的在这儿好不好？好。叫我啊，有事儿。听见没有？好。叫我有事。吃点正常的饭，再不能今天再吃一天那个啥了。吃米饭。爸爸。我闻到火焦味道了，火焦味道了。哇！哇！这。爸爸在做饭呢。好了，发黑的事情再没有了。水煮的。包手。爸爸。啊。爸爸。马上好了。这次好了。那感觉还可以啊。
来来来，马六，咋了？呛吗？是，我难受。哪难受啊？心里难受。心里难受。心里难受。心里难受啊？你心里有啥问题吗？呛了吗？呛我也没办法呀。那你咋样才能舒服？你跟我说。没 get 到这个点啊？对。这样擦眼泪的。好，来吃吧。不。吃。嗯。嗯。嗯。辣得很。哪有辣味道呢？我不想吃这个鸡蛋。你不是喜欢这样拌着吃吗？我才给你这样弄的啊。弄点汤。给你弄点汤啊。嗯。不要肉，肉老了。你吃了没有就说肉老了。他其实就是不想吃饭了。没消化。嗯。你到底吃不吃饭？你故意整我呢是吧？你该欺负我了是吧？你平时也不是这样的呀，就跟我单独在一块这样的。我只想吃米饭，我不想吃菜。米饭，你在开玩笑吗？做饭的人会有这种心情，不捧场。对，我好不容易做出来，烧坏了一个锅，差点。米饭。我给你盛碗白米饭啊。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做凉菜，你光吃白米饭？嗯。你故意的？你为啥不吃菜？你给我说一下。我不想吃菜，我不喜欢吃菜。那你刚才跟我说呀，你说你做饭是不要做菜的，你给我整点白米饭行。吃完我直接关灯睡觉了，今天。为啥？我累了，我不哄你了，我先睡了。那咋办？我不管。你都不管我，我管你呢。饭做了你不吃啊？马里奥真配合他爸爸。你不仅需要物质上，你还需要精神上的，心里难受。啊？伺候你真的难。那你坐这陪我吃饭啊？我吃完你再下来呀？不行。为什么？但是我想。你掉下去。你能帮我想了吗？哎呀，走，上床，快，翻上去，爱干啥干啥，快去，快翻上去，上去啊！那个秋裤都穿翻了，绿袜子，红色格子裤，黑白格子衬衫。我会打他。爸爸。嗯。你这个。怎么了？说。心疼。我心疼爸爸。心疼。心疼，懂不起啊，爸爸。爸爸，你拿纸。他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是没有经验啊？对，没经验。爸爸，你啥体质啊？哇，喂。马里奥，你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现在身体还不好。但是他身体不好。你是不是有一点不舒服，想吐呀？是。一下就知道了，我都能猜到。但他想吐，我跟你说，我昨天吃完羊肉到现在我也很恶心，我一天没吃东西了。没有，行，好不好？你以后别吃肉了，以后吃点菜行了。你啥什么身体吗？这是。你过来。吃点肉就成这样子了。怪他什么身体？爸爸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听成你在怪我，是我的错，对吗？是的。他觉得就是吃那些肉根本达不到说吃撑呀，他理解不了。对，
揉肚子，还有吃那个消化的那个药。哎，好吧，我先给你揉会儿肚子吧，好不好？来，不行，乖，你躺这儿，躺这儿。不会爆了，揉爆了，不会揉爆的，躺着。不要不要，我揉爆了，揉爆了，不会揉爆的，你等一下，你躺着。揉到了，不会，轻轻的揉，我给你讲故事。他把它轻轻的，可能也不是，还是挺重的。在动物王国里面有一个最厉害的小偷，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坏人。他是黄鼠狼。黄鼠狼和小浣熊，最厉害的是小浣熊。动物里面偷东西最厉害小偷就是小浣熊。小浣熊经常到人类的家里面进去偷一些东西。啥东西？方便面、干脆面，小浣熊最喜欢吃干脆面，所以就有了小浣熊干脆面。方便面。方便面。方便面他喜欢。方便面。方便面他喜欢吃吗？对，干脆面他最喜欢吃。那是我们好吃的。爸把小夜灯打开好不好？我睡了。晚安。晚安，你也睡吧。嗯。好啊，这一天结束了，我们来看看马里奥到底吃了多少东西。香蕉5根，哇！清汤泡囊3碗，酸奶1个，米饭1碗，奶酪面包1个，鸡腿1个，苹果1/2个。我觉得他一天吃的量并不是太多，只是他全部集中在太短的时间内吃了这么多东西，而且吃完就躺下。对，这个是5根香蕉，不少。香蕉特别多呀，太多了啦。香蕉是那种特别撑的那种食物，就不能吃那么多。猴子都吃不了1天5根呢。所以这种情况下，孩子真的是容易积食。对，水喝得不够，嘴巴有味道，舌苔厚了，对，手心一热，妈妈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妈妈都是半个医生。对，但是可能马羊陪伴并不多，所以他就觉得这不是正常吃的量吗？你突然起来心里不舒服，他没明白，不够敏感到啊，他真的是身体不舒服。要跟小朋友说，就是他当他吃的难受的时候，他要跟爸爸说，我有点不消化了。因为小时候确实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饿该怎么表达，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感觉心里烧得很，是怎么回事？妈说，哦，那是你饿了。就是小时候不会表达，但是家长知道他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告诉他就是不消化了，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一些这种事情的产生。所以我要呼吁所有的新时代的家庭，大家一定要知道，小孩子现在几乎很少有饿出病来的，对，只有吃出来。然后你看20-30年前，就是糖尿病这个事情跟儿童没有关系，嗯，对。但这些年，你知道有太多的，我们很多的专家都在一起探讨儿童糖尿病，二型儿童糖尿病。嗯，这个二型糖尿病现在有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暴饮暴食。还有最后一条，运动。哎，对，你得动啊，你这个吃完就躺床上。我觉得这一点马羊这点我要稍微减点分。就减吧，他也不听我的。我想问一下君言，现在你是担心孩子多还是担心爸爸多？我刚刚看完觉得担心他爸爸会多一点。哦，真的？他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都瘸了，然后呢，导致于连累了我的孩子，因为他要以德服人，最后坑了我的孩子，坑了马里奥。但他现在还是没有发脾气，他的情绪最起码还是在稳定的状态的，但是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差不太多了，但还是要跟马羊说一下，请坚持一下啊。上周呢，肖杰其实也还不错表现的，而且还订好了幼儿园。我真的很想知道一下允儿去幼儿园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幼儿园初体验到底什么样的，来我们一起看。
今天妹妹要去幼儿园。烧一只哦！妹妹，你最喜欢的幼儿园几层是幼儿园了？快，现在就起来，不去上幼儿园了。要去上幼儿园，不能睡了，上幼儿园要迟到了。我知道你没睡醒，哎呀都没有睡醒，但是没有关系，一会儿就行了。很棒啊，妹妹，很棒。这是什么？喷泉。潮流，很棒。好，就这样，走吧。好的，已经九点了，太棒了。妹妹，今天你要加油玩哦，知道了吗？不要害怕，知不知道？知道吗？真的。乖。妹妹到了，你看我们都来晚了一点点。哦，挺好哎。早上好。早上好。很可爱的幼儿园里东西都很迷你，感觉去了个小人国。爸在这里。在这里。来进去吧。进来吧，我们一起走。哎，小女儿。Hello， 小朋友。你好，小朋友们。你的小椅子在哪里？找一找，走。你看，那些都是你的同学哦，都是你的同学哦。其他人都熟了，就他是不认识的哈。有点紧张。爸爸一起，走吧。爸爸在这儿。爸爸在，爸爸不走。去把椅子，小椅子抬上。爸爸在。去感受一下。这是你的椅子，你看你的照片。我要坐。我们要去吃早饭，跟爸爸一起吃早饭。抬着吧，我帮你拿吧，还是自己？你帮我。好，我帮你拿。把小书包放在这里，好不好？为什么？都要放小书包。你不放小书包就怎么玩呢？那放快点，动作快一点。你又开始给我演戏了啊！可能跟他想的不一样。他先说的，我要去幼儿园。你想上幼儿园还是跳舞？跳舞。喝水了。哇，你的杯子会发光耶！快去看你发光的杯子。他小朋友来看了，对他的表示好奇。嗯。再发光，你看，再喝点水，它就发得更漂亮了。你不坐凳子吗？喝水了。你去玩嘛。好的，油盐不进，哎，非常好。他还很紧张，这个环境很陌生。他在看，他在观察，他可能再去适应这个环境，一直在搓手，很紧张。是有点紧张。爸爸陪着你好吗？他平时不是这样哈、啊。他在家不是，你在家作威作福。是，我也要想说，在家这么活分，他还没适应。就是要把你送来培训一下。我想象的允儿是可能比较开朗，平时在我们面前的感觉有社牛的感觉哈、啊。这次去了那个幼儿园，怎么变成社恐了？也不像我，爸爸是社牛。啊，你脸边有点红，可不可以摸一下？哎，哇，这个好漂亮啊！他笑了，他笑了，他笑了。你是混血儿吗？不是啊。好啦，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早上好。好。小朋友想哪里来的叔叔？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小朋友，大家看看是哪一位呀？
哎，不是我不看，我看他。哎，允儿，那今天我们要邀请允儿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玩更玩，好吧？好不好？我们试一试，来。整个人都是懵的，灵魂出窍了已经，只有一个壳了。爸爸先给允儿示范一个，好吧？各位小朋友好，幼儿园的老师们好，我叫肖杰，是肖允儿的爸爸，大家好。Hello， 叔叔好，叫叔叔。叔叔好，谢谢小朋友们。那该允儿了，是不是？我想说，去抱抱他。非常的愚蛮，没关系的，待会儿允儿跟我们熟了以后，他就会跟我们一起玩，我们也跟他一起玩，好吧？那待会儿我们要请爸爸来跟我们做游戏。他是不是之前也没有同龄的朋友，很少跟外界的小朋友接触？去室外玩游戏的时候，我就想带着他一起玩，然后这样呢就可以让他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来。来来，快快，大鳄鱼来了，快跑！呀，过来咬我呀，过来咬我呀！好，等他走远了，我们又去，你去逗他，你说过来咬我呀，来了，快点过来。爸爸更累了，走，快去，你又去叫他，你说过来咬我呀，过来咬我呀，过来咬我，哟，过来咬我。哦，回，哎，你说过来咬我呀。哈哈哈！哦呦，我接住了，马上就融入了。对，哇，囚禁了，囚禁了。哎，有点想融入了，是不是？哦，好球，好球。哦，好玩吗？是不是有点感觉了？是的，他说是的。他已经开始慢慢地融入到这个氛围里面了，跟老师们同学们已经认识了，当时想的就是我可以下班了，解放了，解放了。你要跟爸爸分享是不是啊？哇，好棒啊。好，哇，谢谢妹妹。他在闻，你闻一下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口臭。哎，好的，请坐。妹妹，爸爸给你商量个事情好不好？你想不想哥哥过来陪你玩啊？想，哥哥还没有见过这里呢。待会儿爸爸给你玩个游戏好不好？爸爸突然用超能力这样就隐身了，一会儿爸爸出现的时候就带着哥哥就来了，好不好？我没有。我隐身你不会隐身的。那我要哭的嘛。我要哥哥来了。我一下就去了，一下就回来。对，我们待会还要玩沙的嘛。一，我走了，等我，我马上回来。嗯，好，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好了，好了，哦，好了。这个姿势。Oh, baby. 但其实幼儿园老师是希望你赶快走的，对，不要拖拖拉拉演那个感情戏演太久，对，感情戏。我要走了，那你要好好的，不要害怕。哇，烦死了。尝一尝橘子甜不甜？橘子甜不甜？不甜啊。他没有哭了，他还在吃。这好了。加油哦，还有一个甜甜的橘子。走吧。就是看到爸爸就马上又要哭了，别看到就行。他没有大哭，他都还在吃的嘛。失望了，感觉有点失落了都。他也并不是很难过，然后我心里还踏实一点，但很矛盾。他不是很难过，我又有点难过；他特别难过，我也很难过，心里有点不安逸，小马。大人的分离焦虑，这是。
真幸福。我跟你说，这种感觉就是我送我儿子去幼儿园的时候的感觉。该按摩按摩，美容美容。我在幼儿园门口哭了一鼻子，回去以后觉得哇、哦，还是好爽。喂，你好。哎，我是黑灯老师。哎，你好，黑灯老师。你好，就是那个刚才玩沙的时候，允儿鞋子不小心打湿了，可能要麻烦你送一双鞋过来。摸了我鞋。摸了我鞋。好的，好的，没问题，马上哈。快了一下，快了一下，开四。哈哈哈哈哈！啊，我的儿子要不要拿了？哎，喂，喂 ，Helen 老师。哎，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因为待会儿马上要睡觉了，然后允儿情绪不是很稳定，然后可能需要给她带一个就是依恋物。哦，我找一下，找一下，好好好，马上哈。还没快乐2分钟。这个吧。哇，这是不是太大了？这个会不会太大了点了？ No。 我觉得这个鳄鱼吧。哇，还一袋袋这么多。哎，你好，爸爸呀！哇，这都是你是把这个搬过来了吗？不是，他比较喜欢的，这个是他的手机，哎，然后这个是他的玩具，然后这个是我们客厅，他经常给他玩的。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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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他睡觉的枕头。太多了，那我还要辛苦你一下。啊。他没拖鞋。什么？没有拖鞋。又得跑一趟。他睡觉要穿拖鞋。那我现在回去拿嘛。好，你在家拿双拖鞋嘛。拖鞋啊。对，拖鞋。哦，好，还有什么？第一次说完。没有，就拖鞋。啊，就拖鞋啊。好，拖鞋。好，好，拖鞋哈。好。就只有拖鞋啊。啊。拖鞋。拖鞋。拖鞋。又回到家又拿。整个早上来回了多少次？哇，也挺累的。因为第一次我哄他睡觉的时候，他就抱着那个猪，他宁愿要猪也不要我。然后拿拖鞋的时候，我就会不会他只有抱的？万一他每次睡午觉的那个毯子呢？我记得他妈妈每次睡觉都给他换了睡衣的。所以说后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过去。幼儿园好像没必要，他以为要住校是吧？已经没有要搬的了啊，搬完了已经。哎，我还是入睡了，很棒，睡得好香哦。啊。我回来了。哦。好看吗？嗯。一直看。雨满风吹呀、啊、吹，吹散我的泪。这粤语歌，四川粤语。来吧，说说。哦，你妈说我平时都不喜欢跟你聊天。嗯。说明你妈不了解，我觉得我们平时说的话挺多的。对呀。你妈让我聆听你的想法。我吗？那我今天我来聆听一下，你到底有些什么想法？我想看会儿电视。你想篮球进去玩，画画进去玩，然后我还想足球进去玩，和乒乓球进去玩，那就没了。
那就是一天都不睡觉就干这些。你学校天天读一天书，你还要学篮球兴趣班？我想文科学呗。哦，我问你个问题啊。嗯。你说爸爸跳舞跳得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啊，非常好。那爸爸小时候报过兴趣班没有？报过。什么兴趣班？足球兴趣班。足球兴趣班是我被选上的。嗯。都从来不是报的。嗯。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嗯。如果都不行的话，因为给我买的那双篮球鞋，那能不能买来就直接穿？你觉得你不了解你爸爸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要拥有一件东西，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然后你很久没跳了，嗯，你还记得你的动作吗？记得一点。爸爸审核一下，如果可以，这双篮球鞋就属于你的。嗯，赶紧练习，十分钟之后审核。忘了，第一道是不是这个？嘿，你问我？我忘了一点。现在让你想啊，放的音乐。我可不可以跳第二套？第一套我不记得。我记得有个这个，是不是？咚嚓嚓哒哒。记嘛记，那你怎么去比赛啊？我教的全部又不记得了啊。这些招式很重要的。我想一下动作。哎，管他的，哎，管他的。哎，管他的。这感觉特别像肖姐，是吧？管他的，干了。好，检查第一遍。先 freestyle。基本功，我不要提醒你哈。好的，等一下。音乐还没有来，看来你今天有点悬呐。但我这个外行人，今天跳得好好。啊，弹都没弹起来，你看，你一轮就跳成这样，中间重复做了一次这个动作，是不是？本来我已经开始了，可是这个音乐。对呀，你已经开始了呀，你没对，你叫硬着头皮跳啊。我们到底是跳音乐还是音乐跳我们？我们跳音乐。对了。对儿子的态度跟女儿差很多。是的，对，有点太温柔。没有关系，你刚刚跳着投了跳着走就行了呀。你后面有很多，怎么可能重复再来一次？而且 timing 没掌握好，就我看着就会非常的不舒服。然后第二套，好，来吧，Q 一点，哎，动作标准，开始了，哎。基本功，感染力呢？耶！拍子卡好，每一个。好帅呀！表情好棒，感染力，耶、yeah ！来、nice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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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真的可以，不错不错，对啊，很厉害。我总在猪猪的朋友圈点赞他发儿子跳舞的视频， oh. 我说我是粉丝了已经。讲解一下。这一遍就比你第一套的表演的太好了，这种情况爸爸就给你打90分以上了。那为什么100？为什么不是100分？舞蹈没有100分，艺术没有100分。刚刚你这段表演我就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所以说相对而言，刚刚的第一套就比较死板，没有创新，没有感染力，音乐也不准。嗯。所以说第二遍就比第一遍更好，但是往往我们参加比赛，你没有第二遍的机会了。我要求每一遍都要超越自己，嗯，你要每一次要哇哦的感觉，你不能 OK 要哇哦，明白了吗？明天我希望看到你跳的是哇哦，这个球鞋就属于你。
没过关的话，这个球鞋可能我就会送给心目中其他的小朋友。嗯。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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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起来啦！哦，醒了。啊，抱抱抱抱，好抱抱，好好抱抱。好，找爸爸。对了，就是要去找爸爸了，所以我叫你了呀。啊，我叫你起来找爸爸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我们穿鞋好不好？我也是，妈妈，我想找爸爸。嗯嗯，这是谁的？去找爸爸啦！啊，走走走，爸爸呀，你在哪儿呀？我也去找一下。好，自己找一下。走走走，走到哪里去呀，小朋友？我也找妈妈。好。我也找妈妈。好。你找爸爸。嗯。老师，我累。老师肯定想快接回去。找妈妈，你看，我也在想妈妈了。我也有点想，那你打电话吧，好不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嗯。哇哦，好爽。呀，那就一起帮他找爸爸。肖杰，你在哪儿呀？大家一起找。肖杰，你在哪儿呀？你的女儿想你啦。她的女儿想你啦。很享受了，爽呆了。小姐，小姐，在哪儿呀？小姐，妈妈，小姐，再找找哈，再找找。爸爸在哪儿呀？这个是不是小姐？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我要是云儿，我会很害怕再去幼儿园了。转了一整个圈，爸爸，然后妈妈，然后哎呦，全班我们已经爸爸下去，我再也不要去幼儿园了。我，哎，你们家孩子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什么状况？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Lucky 第一年幼儿园上的天数不超过20次，第一天，然后姥姥也哭了，妈妈也哭了，我们全家人都哭了，连续到第四天以后，他仍然就是像杀猪一样，我们在下面就觉得啊，心里好难受，就这样可以吗？但是后来呢，他上到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认真的问他，你可以不去，但是你告诉我你不想去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想要在学校睡觉，原来是午觉他不想睡，老师就会必须让你睡。要不然老师也没法休息了，就对吧？就他就是很害怕这个。我们家孩子太好笑了，我就知道这小孩都是戏精。我们离开那个幼儿园说哭得可惨，然后我们就偷偷看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这样，哎，我就看到一只小眼睛这样睁开。然后那些老师根本顾不过来，可以看哦，现在没人看我呢，我先不哭了，歇会儿。等到老师，这个老师，他说看见老师闲了，哎，就赶紧。他其实就是找关注呢。对，因为我大宝跟小宝差7年嘛，但是我觉得好像老师安排的蛮好，2岁多开始开学，妈妈先陪个7天，然后就可以半天，然后就让他们自己进去，然后上个半年一年的才开始睡午觉。哦，那样挺好的。对，啊。就反正我还挺顺利的。对，这个我要问一下张老师了，就是分离焦虑就可能避免不了。分离焦虑首先是正常的，我们叫健康的依恋行为的表征，然后呢就是对应的技巧，
就是其实无外乎他哭的原因是怕你不回来了，嗯，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讲好，晚上我就六点钟会来接你，然后转身离开，果断一点。其实你越拖拉孩子，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再哭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然后第三点就是先解决自身的焦虑，我们先把自己的情绪收一收，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玩一个游戏叫拜拜游戏，就是哎，我们再见哦，好，再见，就是哪怕我出去倒个垃圾可能又回来了，所以先做一些小的场景，然后再做大的场景，给他做一个预热。因为我回想起来，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没有这个焦虑感，反而是我后来上了大学开始有焦虑感了。然后后来回想起来，为什么？是因为就是我从进幼儿园开始，就是其实跟我楼底下玩的小朋友是同时进去的。就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比如说，有可能班上有他认识的小朋友，他是不是会好一点？孩子到幼儿园看到有熟人，他也会踏实一点。我记得我老公说那句话，他说你不要觉得孩子是离开你了，他是去看更大的世界，多好。然后我现在说是好，那我也有我的世界呢，那一下我的焦虑也被缓解了。爸爸当家嘛，也要允许允儿再坚持一下。我们去接妹妹吧。去接妹妹了吗？怎么自己没带够？对，走走走。儿子，嗯，待会儿还是要表扬一下妹妹，听见没有？嗯嗯。妹妹一个人上幼儿园，第一次，对，还是很不容易的。哥哥应该也很疼妹妹哦。啊，是的，还是很心疼的。我都不敢相信她承受了多大的那种心理，你知道吗？我想吃什么？好，爸爸来接你了。走，我来帮你拿那个大鳄鱼，好吧？好。你自己拿包还是我拿？这大鳄鱼。我再有个。好。这个哥哥哥。好，好吃吗？送送允儿，对不对？允儿要回家喽。集体送允儿，其他人没放学吗？集体送。提前走应该是。加油，努力，一切为了巧克力。开心吗，今天？今天开心吗？哎呀，眼睛都哭抓油了！哎呀，眼睛都哭抓油，哥哥太惨了，打的爸爸，哦，打的爸爸。今天开心吗，静雅？雨儿，你手里的面包要给谁呀？谢谢。你都吃了的吗？那手上还有一个。好，拜拜，雨儿。再见。同学说，终于找到你爸爸了。妹妹。啊。你今天第一天上幼儿园，开不开心啊？开心。开心。那你为什么要哭呢？因为我觉得很紧张。哇，这表达用词好精准哦。你很紧张啊？他们会说话吗？那些小朋友？会。那为什么你不说？你跟他们摆龙门阵没有？没摆。你跟他们吹牛噻。你说我最帅。你说我爸爸最帅了，就是在你家里面那种爸爸最帅。你为什么不说？你说我还没有到岁数呢。那我问一下你，你以后还要上幼儿园吗？还要。那明天又上幼儿园吗？啊。中午来。中午来。中午来不是上幼儿园，早上就要来，要待一天，待一天。嗯，我要。又被吓到了。吓唬人啊。今天你一个人第一次上学，我觉得你很棒很棒，要不要爸爸奖励你？有。那我们走吧。好。哇，好漂亮啊，这地方。哇，好多毛茸茸的玩具，是不是？我要这个，这个好好看啊！新几只娃一直摸你肚子。给妹妹看，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了？新几只娃一直摸你肚子。这个我喜欢。这个你喜欢啊？还有企鹅哟，你看一下哦。企鹅。妹妹，飞马喜不喜欢？我想玩这个，这就是天堂啊，小朋友，啥都要。啊，这个。妹妹喜欢这个吗？喜欢。那就可以了，好不好？买这么多吗？哎，喜欢，哎，太棒了。妹妹开不开心？开心。好的，走吧。来，坐好，坐好。我想跟你说个事情呢、啊。现在不看电视，爸爸有话要说咯。啊，我觉得你在那个幼儿园表现得非常好。
爸爸是不是奖励你了这么多东西啊？是呀。爸爸奖励你这么多东西，你是不是就要表现得更好？是呀。然后我们把这些全部放到你的房间里，好不好？今天晚上就在你的房间里面睡，好不好？你怎么你肚子？今天已经让妹妹去体验了上幼儿园了，是时候让她尝试独立睡觉了。经历了太多，今天。今天晚上就在你的房间里面睡，好不好？但是我害怕。啊？你害怕什么？当然是你们不陪我，怎么？要陪？怎么不陪？就我的意思就是挨着你睡，在你房间隔壁的楼上面睡。这种套路好使吗？自己骗自己吧，应该是。爸爸陪着你，在你的隔壁楼上面睡，懂了吗？那也是难。我不是要陪着你睡吗？你不要我陪着你睡吗？不要，你睡三楼。啊。继续睡三楼。我睡那个。什么？我睡三楼，在楼哈。嗯。嗯。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让孩子听不懂了。你看，今天给妹妹买了这么多东西，还有这些，看见没有？嗯。你现在上去。嗯。帮妹妹的那个房间给我布置的漂漂亮亮的，你看怎么样漂亮？待会儿我跟妹妹来参观，好不好？好。就给你。交给你，加油，努力！一起为了陈培丽，加油，加油！性格蛮好的哥哥，不跟妹妹争宠哈。嗯，他们两个如果差两三岁，会争会打，争七岁不会。Jasper 也会吗？对，他不会的。来，妹妹，那今天要完成今天没有完成的事情。好。来，你在幼儿园没有自我介绍，现在跟爸爸自我介绍一个，快点。嗨。来。今年三岁了，我可以自己睡觉。哇，他好会说。你看你这么厉害，为什么在幼儿园不说呢？下次去说不说？下次。再说，多说一点，我看你的口才到底好不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爸爸的女儿。我的爸爸叫小姐，是一个大帅哥。哇，真棒。老哥哥是小帅哥，啊、我的猪猪叫妈妈。猪猪叫妈妈。他是长得很瘦吗？请挑爸爸妈妈喜欢听的。我是爸爸的女儿。好，我知道你是女儿了，乖。为了让我们出去下次自我介绍不紧张，我们英语再来一遍好不好？啊、Hello。Hello。My name is。小云儿。小云儿。My daddy is superstar. My daddy is superstar. Yeah. My brother. My brother. Is. I'm. Small superstar. Small superstar. 大大，好，来一次好。My father.Father 是吧？什么意思啊？Father 是爸爸的意思啊。Father 是爸爸的意思。哎，对了，My father is 小姐。My is 小姐。My father。My father is 小灵儿。My father is 小姐。My father is 小姐。My mother is 猪猪。My father is 猪猪。My 妈妈。My father is 猪猪。My mother is 猪猪。My mother is 猪猪。最后是 My brother is 小灵儿。My mother is 小灵儿。My 买，哎，你把我的说服了，涂了，自己都绕不清楚了。麦子小灵儿，哎呀，麦子小灵儿，哇，这个哥哥在帮妹妹装饰啊，嗯嗯，说说真的可以。哎呦，哥哥真的是用心了，不是随便就把东西就放在那儿，真的好好弄了一下。嗯，
哇，好暖。哇，哇，好漂亮啊。哇，可以啊你。小不点儿。哇哦，好漂亮，爸爸。哇哦，那你睡了吧，妹妹。好。灯光放暗，听故事，好不好？好，听故事。王去过很多国家，看过各种各样的海。嗯，我好像不想看。你该睡觉了。不能找哥哥吗？哥哥马上要睡觉了，哥哥明天上学。精神爆好。我不能去找他吗？不能。哥哥要上学。哥哥现在没有上学呀。那你明天要上学啊？我现在。不是，现在晚了要睡觉，明天要早起啊。妹妹怎么不听话呢？妹妹怎么不听话呢？但是我帮你们走啊。看，都明白。爸爸给你放音乐，你边听爸爸给你唱好不好？现在是变旧，想不到是最后，从回忆。我要分。哎，哦，对，上一集用的这一招。管用哎，可以。第一天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能这么听话的睡，换了个房间，毕竟是，对啊，对吧？新环境，同一天还上个幼儿园，那么压力大，家里。哎，锁锁，小姐。小姐，楼上，小声点儿。啊？小声点儿。妹妹呢？小月嘞？小月一个人在前面睡了。嗯？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说了让她一个人睡了，分房睡了。哎，今天幼儿园怎么样嘛？可以。可以是啥子？表现得很好吗？表现得非常的不好。咋子？他自我介绍，他也不自我介绍，我还上去说了一下。关你啥子事？然后我带头噻，我想的是我说了吧，他就会说噻，还是不？但是其实就是紧张，他给我说的。他给你说他紧张？啊，我今天接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社牛的嘛。是啊，我就发现他有两面性。那那个老师说是正常的，那个叫啥子？分离焦虑症，让你看这个嘛？啥子？你啥子？他房间啊？睡得香得很噻。我就老看那个摄像机，我又害怕他起来又在我楼下哈，我害怕他一个人睡，他滚下去了怎么办？然后凉着怎么办？挺累的。醒呢？妈妈。哎呀。妈妈。爸爸。爸爸。谁在哭啊？啊，我以为你不在。怎么可能不在？
好累啊。没事，哭我就下去又安抚一下，最多辛苦一点嘛，就是我觉得养成这种习惯，哪怕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我都要坚持下去，这个一定要把他这个跟我们睡的这个毛病一定要改掉。放不下，我就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就是我睡还是不睡，到真的睡了，哇，声音比谁的还大。五点了，我的天哪！全家人，怎么啦？怎么啦？爸爸在这里，哥哥也在这里，你干什么呀？小声点，小声点。爸爸在这里，随时都看着。你跟他睡什么你？就是要锻炼他，你还跟他一起睡，你跟他行房啊，你把累了一天。他在那拉皮，半夜凌晨就他在练他的第一套，不是明天还要考试吗？对。小苏好可爱。这个主意不太好，我错了啊！我觉得四岁我们再开始吧，我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一个两岁多还没满三岁的孩子，一个人让他睡，以睡觉的话，我觉得太残忍了。作为一个好父亲，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还是把他接回来睡吧。哪怕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我都要坚持下去。这个。失败了，但我觉得也没有遗憾哈。嗯，独立睡这件事情没有再试下去了吧？还是有点想坚持啊。哦，本来他哥哥小的时候就自己睡得着，然后女孩子的话，我们可能想他更刚一些。最重要就是允儿她睡觉不安分，东一脚西一脚，反正我们俩都大家都休息不好，其实她也休息不好。哎，但是你们没有试着先分床，再分房吗？因为锁锁出生的时候是一直。一个人睡，好多人认为到三岁就要分房睡，我们不要这种压力，说不分房睡孩子就不独立了，千万不要被这个帽子给扣到。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还是要尊重他的个体化差异。当你想让他独立睡的时候，我觉得有窍门的，比如说你那个房间最好是开着门，他其实就会觉得我们离得很近。再一个就是慰藉物，适当的有个慰藉物还是会有用的。但今天肖杰的整个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唯一让我小不舒服的是对哥哥的态度。嗯，哥哥其实也很乖。嗯，但是当哥哥在讲话或者是在表演跳舞的时候，他没有那么的鼓励，没有那么的正能量，就没有像对妹妹那种爱心耐心，就感觉到那个对比，我觉得这个不 OK。 因为我们家也尽量在避免这个事情，所以我刚刚就特别看到了。我虽然也在认同，但是我通过看哥哥的做法，哥哥也是很理解，也一起学着包容妹妹。我相信肖姐是用她自己的方式也会给哥哥这个端瓶这个水。我不是不爱你，只是现在妹妹是有更大的照顾，哥哥毕竟是一个男孩子，尤其是年纪大的，所以他给出爱和管理的方法可能是不同。哥哥在准备做的时候，爸爸很严格，我也是很严格对于 Lucky 的钢琴。我觉得我来参加是有很多我在反思我自己，我会看到我自己严格的一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家长就是很难一直
衡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肖杰还是一如既往，在这个两段舞蹈里面他用了两种态度。因为肖灵儿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嘛，他知道肖灵儿能做到什么样，所以当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就会很直接的去点出他，你没有做到。而肖灵儿作为他的徒弟来说，也很知道自己哪里不够，所以他们俩的那个关系还是很稳定，就是虽然是父子，但是又是师徒，就是那个关系其实蛮微妙的。这一期呢，我看到了肖杰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纠结了。就这种纠结其实是代表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父亲才会有的情绪。第一季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经验的时候，他就想着反正是嘛，做嘛。他现在有经验了，他就开始平衡了，开始纠结了，反倒让我看到了很不一样的肖杰，有一种更温情的感觉。对吧，他走心了。对，各位观众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爸爸当家话题页精彩互动，陪伴四组家庭成长，上微博搜索话题爸爸当家，获取节目嘉宾实时动态，特别鸣谢微博电视团、微博教育、新浪教育，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感谢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合作媒体科学家庭育儿，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 Zucker， 感谢特别合作妈妈网孕育、智行讯飞输入法、探探智联招聘、亲宝宝 YY 直播、一代驾育儿网、前程无忧，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